昨日17时25分，本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，发现一部自小货车驾驶交通违规，随鸣笛上前拦查，为该车驾驶当场拒检并加速驶离，警方尾随于后再次拦查，却遭该车加速冲撞，在场员警为保护自身及同仁安全，依法使用警械朝该车射击三枪制止，仍无法制止该车，随后于台74线大里一匝道处再次拦查，为避免民众遭受危害，再射击三枪，特令停驶，但该车仍高速往太平北屯方向行驶。本分局已成立专案小组，彻夜调阅沿线监视器，以寻获开车，并锁定特定对象，积极追缉中。